我等你快聊嘅啦，係啦。我就係都會最近攞住。你所以是人家唔知啦，只應該咁。三扣手，李晨，这边啊，你看，老老老公卡掉了，都在上面，都在上面。周天田队长，他一考，他有了十万，我高兴死了。第二个电话呢，打给我们香港的冬季会里面的会长周怡会长，他好像没有考虑，考在逃出一张支票就省了十万，结果我心就定了。就有二十万了，我当时我就说，会长，你不需要那么快。他说，你不懂，人家长了，人老了，今天不治，明天不治。我一听我就流眼泪了，太感动，所以我今天这个感动非常非常，日深入微的。另外第三个讲到呢，就是周章荣荣师队，为我们零七年六月二十号做活动，打个电话给他，叫他来荣师信主，他来了64个人，后来我就是心中在说。我要继续贡献，折腾啊，错评啊，那就啥都。就当时呢，就推给我，就是去过的酒店，然后就我那个晚上回去就睡不着觉，一连几天都吃不了觉，一吃了半年。在今年的端午时节，也就是我们的祖先周克仁先生的诞辰日，我们在湖南的道县已经举办了隆重的纪念大会。接下来我们各地都在上面，都在上面。